猪肚我觉得好吃的做法，那一定是白切了。像我这样做个白切猪肚，不但有肉吃，还有猪肚汤喝。猪肚冷水下锅，加葱姜、料酒去腥，烧开撇去浮沫，捞出洗净，重新放入砂锅，加几片老姜、几粒胡椒、几粒大枣，提前泡好的大白豆，加满你家我家都有的自来水，盖盖包50分钟，用砂姜、红葱头，热油炸香，调味只加生抽就可以了。就这个简单白切汁，蘸啥都好吃。猪肚包好，捞出切成小块，再拿一部分猪肚切小一点，重新放回砂锅，再加点红萝卜，继续包20分钟，来点枸杞、盐，有条件再来点葱花。怎样，猪肚汤也有了。就这个汤，别说三头牛，再加三头羊，我都不跟你换。明晚年夜饭安排上，一下又多了两道菜。饭前来碗汤，胜过良药方。喜欢记得安排上。